大家好，我是瑞光老师。接下来跟大家预报12月30号，就是礼拜三各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摩羯座，会有贵人呢来帮助你，跟你撑腰哦，事事顺心。第二个呢是金牛座，如果你有做投资理财的方面呢，都可以开心的小赚一笔钱。第三个呢是天蝎座，你的朋友呢非常关心你，然后问问你最近怎么了，让你感觉很愉快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双鱼座，跟身边的人呢因为小事有一点点口角，情绪有点起伏。第二个呢是处女座，你的另外一半呢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呢可能会搞了一些乌龙事件，要你帮忙擦屁股。在幸运颜色以及数字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橘色，数字是3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蓝色，数字是1；水象星座朋友是黄色，数字是8；土象星座朋友呢是绿色，数字是5。